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来自意大利的顶级新鲜黑松露，那它的香气非常的浓郁十足哦。那等一下放在炒饭上的部分一定会非常的诱人。所以它这个就是也是有限定，季节限定，季节限定，它是盛产于六月到松露的话，盛产于六月到八月期间，那公园的季节是七月到八月，目前是七月到八月做公园。